中国画家权威发布，当代著名画家拍卖成交指数，引领收藏导向，创造艺术财富，打造最具公信力微信公众服务平台。刘茂善，1942年生，江苏苏州人，1962年毕业于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，早年学习西洋画，对欧洲古典艺术大师的作品和现代印象派绘画有深刻而广泛的研究，后来转学中国画，从事山水画创作。刘茂善的山水画憨厚绵渺，写江南风光，清新朴茂，恬静抒情，别具一格，并吸收了西洋画的光色处理方法，增强了国画的时代感。许多作品的笔墨和布局深具传统，用笔雄浑深秀，善于通过对比、渲染和节奏的变化，精细刻画自然界的声色动静。2017年拍卖作品赏析第一幅《都市的记忆》，尺寸54×55厘米，约2.7平，市估价10000到20000，成交价27600，单价10222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3月29日，拍卖公司北京荒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。第二幅《金秋时节》，尺寸55×55厘米，约2.7平，市估价10000到20000，成交价27600，单价10222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3月29日，拍卖公司北京荒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。第三幅《姑苏人家图》，尺寸57×46厘米，约2.4平，尺估价8100000，成交价17250，单价7187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5月5日，拍卖公司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。第四幅《姑苏水乡》，尺寸67×136厘米，约8.2平，尺估价15000到20000，成交价17250，单价2103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11月28日，拍卖公司广东京城所制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。第五幅《水乡小镇图》，尺寸59×50厘米，约2.7平，尺估价15000到15500，成交价17250，单价6388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12月24日，拍卖公司湖南省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。第六幅《临水人家图》，尺寸58×47厘米，约2.5平，尺估价6000到8000，成交价13800，单价5520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5月5日，拍卖公司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。第七幅水乡，尺寸35×46厘米，约1.4平，尺估价无底价，成交价12650，单价9035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7月30日，拍卖公司荣宝斋上海拍卖有限公司。第八幅水乡，请尺寸48×89厘米，约38平，尺估价6000到8000，成交价11500，单价3026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9月24日，拍卖公司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。第九幅水乡深处，尺寸48×48厘米，约2.1平，尺估价无底价，成交价4600，单价2190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3月26日，拍卖公司广东小雅斋拍卖有限公司。第十幅山乡春晓，尺寸58×58厘米，约3平，尺估价无底价，成交价2300，单价766元每平尺。创作年代不详，拍卖日期2017年8月26日，拍卖公司江苏聚德拍卖有限公司。